吊射球进了，57分钟神奇的吊射。这球中国队的队员是有意想射门吗？祖尔基弗利，这是马来西亚队的门将，今天要度过一个比较苦涩的夜晚了。来自于队长15号姚道刚，哦，这还是有意而为之的一脚吊射，得为国青的小伙子们鼓掌了。这并不是所谓我们说阴差阳错的一个射门，姚道刚观察到了马来西亚队的门将佐尔基弗利的这个站位啊。本身佐尔基弗利就有先天作为门将的这种劣势，就是身高不够高，而姚道刚作为中国队在场上进攻的时候的队员呢，他的细致的观察为他的这一脚吊射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伏笔。当然了，任何一次吊射都离不开我们说离不开进攻球员自己精湛的脚法。